云门宗是禅宗五家七宗之一，以开山祖师云门文衍禅师而得名。云门饼又作云门糊饼、芍药糊饼。据《碧岩录》第七十七则记载，僧问云门禅师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，云门答道：糊饼。在云门禅师这里，管你老少咸鱼，它都是一块饼。这一块饼甜蜜蜜，也是告诉你，所谓道也好，禅也好，你不要只看表面，你要透彻到里面去。像他给你的饼，里面有甜蜜蜜的心意，道也在我们的内心，那内心道正悟就是甜蜜蜜的滋味。